圈呢。那这强度一下就降下来了，那我就可以随便来一个海洋之灾了。玩个啥呢？坏了！哎，坏了，掉地上了。地上那天的莉莉娅感觉不错啊，再来一把。来一把莉莉娅吗？嗯。塞米斯一手机器人 ，QI 一手下路 ADC， 中单封神建模，我上单放逐之刃。放逐之刃。拿下。拿下。哎呦，快！谢谢魔王皮的钻粉飞镜，然后对面也是一手放逐之刃，给你一顿亮牌。哦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我这把来一个比较稳妥的英雄，再也没有放逐之刃了。我这把来个比较稳妥的英雄。怎么比较稳妥的英雄？你先把你召唤师技能改一下子吧。你要最后一秒了，选不上了，快天赋啊，957克烈符文啊，957上单克烈天赋21-09暴怒骑士，我要没马甲拉你一下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拉，拉一下1234先生，1234先生，1234先生来了，好，对讲机好了，喂喂喂喂喂，开始了，对讲机这么快？我是 IC 啊，我是 IC。还得调频道啊，大哥。啊。不过我现在这个有电没用。我上哪谁打海盗船长？我媳妇那个没电，先给他关了，省浪费电。我在森林里。我仍然带着他们的梦。点完现在是 IC 了，是 IC 啊！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啊？嗯，就每一把都吵架，每一把都15的呢，就很奇怪呀、啊。早就开始了啦，哎，好难受啊！我打那个宗师局啊，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八把头啊。哎，咋还有机器人回头的呢？一团赛米斯，怎么回事？赛米斯，怎么回事？赛米斯，一集团咋还有机器人回头的打法呢？怎么回事？那没有办法呀，旁边魔有队友啊。OK 了，感谢再多看一眼就会不会爆炸的缤纷彩虹和游园 PL 了。啊，你俩要去勾东西吗？那我 F6 开了啊！投他！塞米斯，恶心他！塞米斯，恶心他！塞米斯，给勾出来！哇，你还走进去啊？哎，他没打这个。啊，那他是蓝开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蓝开？没有，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没见着他们。如果那我们蓝开早就能看见。你的蓝野区是有眼睛的，那个乌鸦进去放的。好嘞。哎，你这个口音正宗啊！地的呀。谁摸？你这个口音正宗啊，比那个轰轰仔正宗多了。我是铁体啊，铁体啊，别举呀、啊。很安全的，他是广东的了，我听出来了，老乡啊，老乡啊，正宗的广普了。我
不是兄弟，你真的觉得我在跟你嘻嘻哈哈吗？你在这儿上路一滴，好杀，年轻，可月，这也没一滴呀、啊，喝两瓶血了已经，没这两瓶血已经死了。OK， 火刀加 Q 加引燃吗？死不了。他上来我四刀闪现拉开加引Q。请问一下，探莫抵达野寨群魔地方？在在那个下半段野区。我呢？来。哎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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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上路年轻，过来刷。不是，这是谁拉你水友了 ？AD 出门没装备的。OK 啦。我操，这 AD 饼干出门。哦，他闪现，他闪现了。饼干出门。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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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打。先来个虚地海啊！哦，真是爆炸！还不了手，这会上去还不了手。饼干出门啊！我是乙肝，没事啊。Rookie 出门还不带装备呢，比较正常了。爆这个技了，坏了哦！哦，结果气到了，还可以。你看什么叫抗压王，他绝对不敢单杀我，我一个劈来亚索去咯，猴哥还没去，没来，往过走了，算了我溜了，那他妈 DF 二连呢，我操啊！蓝枪刚才没交闪。我现在在等我的星星重新长出来了。坏了，我外卖到了。把文具波，哎，拿一下呗。OK。隔着这么远就好，他们能看到我吗？别让他们看见我。存在恶心，存在恶心，拿一下外卖去。哎呀呀！存在恶心，他得上来搞七搞八，直接给他杀了。小小的挂机了呢，人类才能追寻他们。看我年轻好杀。好嘞，没眼，一滴，很肥，两层塔皮。好嘞，好嘞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怎么样，六合道？上来就开大，直接顶他啊！不带走了，跑不了那种。世界真美好，能让人们的欲望成真。隐隐有什么意义？隐隐。能勾着人吗？哥，哥，哎呀，难受了，大哥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跟我秀什么啊！
你来了，我是你哥哥啊，我豆豆哟。我没有穿裤子。嗯，什么情况 ？Scar 掉了 ，Scar 掉了。原来只有我这里。传来捷报。火红没了。蓝枪在上路啊。我来上路了。出什么、啊，猴哥？什么什么永恩呢、啊？永恩现在出啥玩意儿？黄蜂。好的，谢谢。哎。哎呦我操！大哥，你要走一下，你别洗啊，你别洗啊。我洗了。嗯。给我回去了。哎呀，我有点难玩啊。哎呦哎呦哎呦啊，不然洗了，不然洗了，我不跟他拼我就洗了，我的马儿不上马儿我就洗了。大哥，弹幕会说我狗运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啊。你不懂，你年轻我不怪你，长大了你就明白了。妈的，两个睁眼的，不气了，我不气主播得玩极限了。哇、哦！寒冰不错哟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、啊，小鸭熊，装什么东西了？跟我两个，我大的，我没有大招。蓝枪过去了，猴哥。过来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能勾着他吗？啊？他闪了，闪现了。好嘞。我应该能杀他了，他我都能出来喽。哎呦，可惜了，没死掉。哎，好衰！并不是那么很好睡呀、啊。哦，行啊。没蓝了，不然 Q 一下，你应该能走。先给出个回蓝的。哎，这几波打的我真的是好伤啊！八秒钟，还有眼儿，上路真能抓，来必死。亚索往上走喽！亚索往上走喽！中路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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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能秒小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我现在这装备，哎，太老六了。找你去了，乌鸦找你去了，猴哥。我看看这船长，我能杀吗？放了个烟，他只放了个烟。亚索可能往上走啊，中路是下路的。好杀，好杀。还行，杀了个船长。我操，这两个逼的伤害这么他妈的高，差一点点。哎呦，我那个大招没接好，我操！我让乌鸦开的大来的，乌鸦没开的大来，我感觉我小不杀。丢、哦！
感谢绣花猫与绣花狸，这里的钻石混系。乌鸦也没大，小炮也没大。哦 ，double kill， 短血眼了，快逃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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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啊，游戏啊 ，nice。要打小龙吗？有龙，我得回家呀。算了，我先吃个红。打线了吗？我先入七个线。他搁这儿呢，没安全。所以我才会悄悄说话。嗯？等等等等。等等等等。哇！我到了，我操！哈鲁哥，没事，我减速他了。看你那个塞一个，哎呀，不行，后边有人啊！我不行，他后面有人。啊！我上马！噔噔噔噔噔！猎耳柱！杀！杀！妈的！暴怒骑士！暴怒骑士！杀！我尽力了。人有点太多了，不是赢这么多啊！我给你就杀惨。我操，不敢打吗？那算了，那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我走。三打三可以试试，我马上到。我觉得三打三刚刚那个位置可以打，我可以打三个的。是啊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这波还能打。哎，好高！三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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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冲冲冲！我有，我走了，小炮要击了，击飞了，老男孩再次输出，哎呦靠！后面还有一个孙悟空点 Z 绝杀、啊、哦，漂亮！中路卡普森，中路卡普森，不要慌！哎，出完狂风以后出什么呀、啊，猴哥？狂风加，哎，永恩出什么来着？想想啊，海妖银雪，不不不不不，黄、哦，问一下弹幕，我没开直播，来弹幕快快。银雪无尽，喵的人都是晕的。黄蜂不就是他妈神话吗？还这么无尽啊？银雪，去小龙吧，开银，完了，正宫，告小红，彷徨哥，你不早说。我这意思，你下回半个小时前发弹幕。只有闭上眼睛，才能真正的看见。破败，啊，好破败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操你妈！其实他们是躺在半空中的，还能听到他们在打呼噜。红罗，我来。太大。上马了。我来。没事。啊，对不起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嗯。上路小炮到家了，上路小炮到家了。啊、这干啥呀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上头，没事，你猜，你猜，上路到家，我杀他。有一个血肉炮，哎，坏了，说错了，小丫丫，我说不该说这个。你他妈跑！你他妈跑！我要你杀我！我操！往哪跑？好大，好大的脾气！该我了吧？完了，出错了怎么办？大哥，我出了个参与角的时候，我应该出去角的，推荐出了个……哦，那怎么办？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杀团长，杀团长！哎。
哎！没在，我把下一塔推了。哎，坏了！哎，哦，好快的攻速啊！哎，我空大了，我操！我看了眼手机，我的问题。追我五十可以当零了，真能追，是真能追呀、啊！中路小炮能杀吗？艾希有大吗？艾希没有大。哎呦吼！面第二好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杀，这个没大。Cool. 没蓝，就是好链儿，去了你，去去去，让他走位，让他走位，就一他，对走位对对，去 ，nice， 亚索尔，亚索还能杀？人们说晚安的时候，是真的在祝愿别人吗？哇、啊，他吃我那个，他把我藏起来了。坏了，这也能杀，这也能杀，这也能杀。能杀能杀能杀 ，C 哥能杀！哇哦，你们俩兄弟牛逼啊 ！C 哥干什么？二打五，我操！我们还有不够三杀啊！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小炮复活了！不管了，赶紧回去吧！我操！你不早说，兄弟绝对陪你不扫兴。OK。因为没装备不敢玩。梦雅，和我一起抓紧我的树枝。啊，我出去就能杀好多个。确实啊，不过这个伤害更高一点。嗯，也不错。团长到底要干嘛呀？就不让拆呗。不让拆呗。就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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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说一件说出来就能。给我点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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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点米。哎呀，给我到现在这风灵狐幼体都没有刷出来呀。给我点米。好的，好的啊。等到了，跑，给我跑，给我跑！我跑！你他妈回回都有那啥是吧？行，来来来，烧死了，退！我操，狗血吐了一条龙，回回都有进化。回大他一回，他进化呀！我大他又进化呀！回回进化，回回进化，进化批发商啊！啊，波比，我觉得这个小鹿这个英雄应该加强一下，进化不能解到大招，有点太克我。小鹿大招是什么？睡觉吗？睡觉啊！睡觉啊！睡觉怎么能行呢？关键是他那个睡觉还可以被预判，他脑袋上面有个那个环儿。有个进度条，我回家出个可解，回家出个可解，不，回家出个可解，走走走，直接走，那就无敌了，无什么敌呀、啊，无什么敌、啊，那个马尔扎哈进化他就解不了，凭什么他进化就不能解，我这个能，我的蹄子很想蹦一下，可我。小胖不在中路，但我去打大龙了。迷路了吗？我的爱人陷入疯狂。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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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又有一个迷路的。
走走走，一直能给我大哥带着进化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走走走，杀完这个位置打野，第一时间该干的事情就是假大龙。对啊，肯定是大龙啊。对对对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他们没打野抢不了了，只能放，不会上家。花，哎，这来干嘛呢？这就是我。那我去睡觉吧。哦，大大，我一个屁。哎，哟呵，又跑，你他妈跑嘞！你今天能跑过我，我吃粑粑。跑！你看吧，我说了 C 哥的声音大，他的发声是舌头在里面，我的声音大是我把舌头吐出来发，那我嗓子能不出事吗？他是跑，我是跑。科学的发声方式、yes. 他是科学的发声，我是非常的不科学。你受不了了，这个男枪真的一瓶又受不了了、啊、我受得了，我受得了，受得了，忍得了一声、啊、忍不了一声，我好过啊。哎，朋友们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死了，我受不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先闭了。哎，两滴血，我不行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真吓人呢，我走。砍砍，我再砍，我再砍。再砍是奥拉夫的话呀。那我这个什么？我这个声音太小声了，感觉跟拿个牙签在那里戳。躲吧，躲得了世纪的终结吗？我操，有点找到我大哥打游戏的感觉了，在他妈人堆里面跟人砍砍，我再砍。学会了吧？我俩就是猴哥带出来的徒弟。学会了吧？确实，现在就得这么玩啊！猴哥就是忍者神龟里面的那个老鼠，我们就是两个龟。龟。嗯。我俩是鬼。他没有，那没办法了。这个你差钱不？我不差钱。好嘞。你有点狂了，你的大招放的真的歪。没事，60秒就有了。主要杀了他的瑞奇。不是兄弟。你是真的有点飘，你什么意思？嗯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来吧，暴怒骑士，上马，继续陷入六级，暴怒骑士陷入疯狂。走位 A， 我一个 P， 还要溢出来，我不上了。哎呀，我来热，我看看他在哪，能让他睡一步。睡不了，睡不了，我但我可以减速他。好的。好。嘿嘿。臭小子。硬着打。敢推我中一塔。TMD。船长不是挺张狂的吗？对线期不是挺张狂的吗？雷军队。对线期不是。谁雷军队人？我操！暴怒骑士雷军队人了。给他来两下子，他都不敢出声喽。你看什么玩意儿？随便杀杀了！哎呦啊，雷军带瑞，雷军带瑞，恶劣你知道吗？瑞根本不是切单之意，懂得两个字，赢你。带47522，好好学吧，兄弟们，好好学。瑞迪，学吧。我操，随手劈猪 ！MVP， 我操，随手劈猪啊！瑞迪。早该玩这个了，早该玩这个了。嗯。